生气走了，然后你去找他的时候说了些什么，他就回来。没有说什么，这是我和子韬之间的秘密。这是一个秘密，没有帮大家问到。如果说可以播的，我已经肯定都播了，对吧？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子韬是非常非常非常善良且热血的一个男孩。我是觉得特别真。如果说你了解到每一个人的目的都是好，出发点都是好的话，我觉得很容易达成共识，真的很容易，不难，并不难。